事正妹大连线，欢迎帅哥登场。肌肉线条看得见。说出来的话最有公信力了，因为 Ken 哥也有在健身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稍微有在健身。你真的是满身线条，来，大家看得到吧？看到没有？都是下来跟斑马线一样。好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要男生要练一下。对啦，其实今天呢，为什么要跟大家做这个开场？就是因为今天在场的男儿们都有那么一点点那个线。对。对，什么样的线呢？不是射护线，也不是顶浆线，是一点点，你知道，尾鱼线。不是尾鱼线，那是人鱼线，人鱼线。很多，而且每一个有没有一眼看过去都很适合夏天，因为整个都黑黑的。对，对，大家都黑黑的。每到夏天 ，Muscle Man 也想要有春天。帅哥们个个爱运动，其中还有好身材健身教练，活泼动感有氧舞蹈老师两枚。今天很多，左边两个，右边再来两三个。意外的是，肌肉男们竟然都是。我请了一个双鱼座，那我也是双鱼座 O 型。双鱼母羊座 A 型，双鱼座 O 型。双鱼啊！今天都是双鱼座 O 型啊！哎呀，今晚他们为了爱上演体力大车拼，爱的连线体力赛 ，Let's go！今天的男生都很可爱，是都喜欢运动，好，都很健康、很活泼的感觉。但是女生们怎么样呢？好，所以马上来看看我们的正妹档案。身为一个 IT 女工程师，我的生活应该是 ……Abby 要不要饮料？谢谢。Abby， 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。谢谢。像公主一样享受众星拱月的宠爱，嘿嘿嘿。Baby 啊，电脑拿去测试一下。哦，快点啊！结果整个部门也没有人把我当女生看。啊，其实我也是有很多优点的啊，只是他们都不懂得欣赏。我可以像猫咪一样很女孩的对男朋友撒娇，也可以当男朋友最好的战友，在网络世界陪你奋勇杀敌。杀他！像这样又是朋友又是女友的女生，你们怎么舍得错过呢？快来把我带走吧！哇，说得好！他居然说快来把我带走吧！而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又是朋友又是女友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这样才走得久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即便就是没有爱了，还能够当朋友。所以你朋友很多哦？嚯，超多，超多！我不在乎啦，赶快欢迎女生出场，掌声！请。哎，你们公司的男生是眼睛都瞎掉了哈？对呀，还是眼睛太厚都没有看清楚。
啊，为什么都把你当男生看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？因为我都搬很重的东西吧，他们觉得我很壮。没关系啊，你们都是男生，莫 hockey 啦，这个女生 hockey 来啊。好，来跟大家自我介绍，请。Hello， 我是陈乃云，可以叫 Abby。我身高163公分，48公斤，是金牛座 O 型。那我现在是工作是 MIS 工程师。那我的运动就是刚刚说跑步、游泳、打篮球。那平常在家就是打电动 LOL。嗯，哦，还跟人家介绍，对，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来认识到喜欢运动的男生，我们可以去运动或是一起打电动。哇，运动跟电动，那你喜欢哪一型的男生？我希望男生，因为我很黑，所以我希望男生皮肤可以比我更黑，这样我站在他旁边，我可以看起来白一点。哦，恭喜你，我们今天这里有差大概有10根黑炭，对，很黑，有没有？你看那里有一个迪诺的特别黑，迪诺超黑的，这个很黑，还有阿布阿威也是黑的，好不好？小梦也很黑。好，第一回合看到你，请选择。小木，小木。的第二位是小梦，小梦。的第三位是阿威，阿威。的第四位是迪诺，迪诺。的第五位是伟志，伟志。的第六位是九泽，九泽。看到女生喜欢有线条，这几个真的都挑又黑的，有一点点壮壮的这样子哦。好啦，那就恭喜这六位男生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回合认识你，这个阶段要好好的认识一下彼此。好，来第一位小木自我推荐，请揭晓。Hello， 跆拳道亚洲杯第三名，可以当你的终极保镖。应该要秀两下才知道，不然的话我们没可以秀，可以秀，应该可以吧？那你的对象谁 ？Ken 哥吗 ？Ken 哥吗？哦，太棒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在跟大家比赛之前，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，讲什么？好不好？亚洲杯第三名嘛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第二名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你真好无耻哦！好不好？那你就去啊，来。可以放个什么东西在头上之类？可以，你把我当木人桩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，等等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怎么？这样会把我推？可以用踢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只要踢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手举起来，这样踢。哦，那可以，可以。你只要踢到卡片，但是不要踢到我的手。好，就代表你真的很强。好，他在警告你哦。对，好，预备了。要不要大家一起说哇？先量一下，3、2、1，哇！哎，那阿妹，哦，他在量距离，哦，量距离。我很怕会听到 Ken 哥的，那就踢没有关系，踢到哪里？不介意，我们不介意啊。很久没踢了，好。Ken 哥小心哦。等一下。他不会算筷子啊？你要拿鞭子，我再量一次。哦，好，来哈，可以哈，可以哈，你知道大概知道距离哈，好小心哦，跟上。啊！现场五彩牌大对决，跆拳好小子 VS 拳才主持人，